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46面倒数第二行。从小本源看起，小本源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重要的条件。不可以少，就是不能少善根，少福德，少因缘。这三桩事情。什么叫善根？什么叫福德？什么叫因缘？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因缘的人生，闻佛法，爱闻大乘，大乘里面呢闻净土，你看这个缘呢就有这么多。净土里面，我们今天能够闻到这一部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。是无比的稀有。为什么呢？汇集本是在民国初年才编辑成功的。民国初年，民国20年之前没有这个书。那个时候要学无量寿经，只有从五种汇集本，还有两种汇集本呢，五种原译本，宋朝的王龙书的本子，清朝魏默生的本子，这是第三次汇集，汇集的非常完备。如同梅光羲老居士序文当中所说，确实稀有难逢的缘分。那么问题在善根福德，我们有没有善根，有没有福德？善根是什么呢？听到这个法门能信能解，这属于善根。福德呢，是我们能愿真发愿的往生极乐世界，真行，行就是念佛，就像无量寿经所说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行。这些条件具足了，得生彼国。这个条件里头缺一个，都不能够往生。那我们就晓得。人生在世，这些条件通通具足不容易。现在世界人口将近70亿，诸位想想，70亿人当中有多少人闻到佛法？
啊，闻道佛法当中有多少人能知道大乘？你一阶一阶去淘汰，淘汰到最后没几个人了。啊，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的，稀有难逢。啊，真正具足了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净宗学会啊，全世界大概有200多吧，我想还不到300口。啊，有些会很小，人数只有几十个人。啊，散布在欧美这些地区啊，那么在中国也不多啊，东南亚大概比较多一点啊，所以真正信仰净宗的人很有限的 啊，所以往生的人并不多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珍惜的。就像开经偈上所说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人啊，彭济清所讲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我们有道理，这多么可贵呀！弥陀要解云：“菩提正道名善根。”藕益大师注解的。啊，菩提正道，实际上就是指的持名念佛。求生净土，菩提是觉悟啊，在末法时期只有这一门，决定成就，其他法门很多，烦恼断不掉，你就不能成就啊！这个法门可以不断烦恼，把烦恼扶住就能成功啊，就能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那就是菩提正道啊！啊，这都是我们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云中钞里面讲啊，苏曰：“至此名号，发愿往生，方明多善根也。”优希大师说的啊，要解云中钞跟弥陀疏钞，这是弥陀经注解最殊胜的三大部啊，学弥陀经这三个注解必须要学习的啊，莲池的、藕益的、优希大师的啊，优希指出来，
智持名号法印往生，你看多简单，多扼要，说明这就是多善根。啊，苏超里面讲得更详细，莲池大师，智持名号，愿见弥陀，至诚恳切求生净土啊！诚多善根啊，这诚然，这是真正的多善根，大善根，最甚善根，不可思议善根也啊！就是智持名号，愿见弥陀。啊，我加上一句，至诚恳切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是多善根呐、啊！彼土众生，应闻全持流说法。全持就是七宝持，八功德水也。如上之不可思议善根，悉皆成熟。上面所的善，讲的善根呢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圆满成熟了。那么我们凭藉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，善根福德因缘实际上来讲，到达极乐世界才成熟啊，真正成熟了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。念老给我们说，唐以曰：“得闻如是种种深意，获得广大爱要欢悦，而与观察相应，应力相应，这当中有省略，乃至涅槃相应。”这一段是唐以的原文啊，相应即契合之意。往生论注曰：相应者，譬如涵盖相称也。那么经文上这两句话是啊，随其所闻呢，与法相应。这个法含义很深很广啊，像唐一本，唐一本是大宝基金无量寿会啊里面所说的啊，得闻如是种种深意，全流的声音啊，风吹树叶的声音，都能发出啊微妙的音声，宣扬无量的妙法。啊，前面我们读过。这是世尊六趣集中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，
鼻所嗅的。我们这边是讲眼耳鼻舌身，对的，是色身香味触啊，多半引发烦恼。西方世界不是的，你所接触到的全是佛法，无量的妙法，啊，完全生活在妙法之中啊。这一种熏习不知不觉，自自然然的就入佛境界了。此地讲的与法相应呢，啊，与大乘法，与弥陀法，所谓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啊，极乐世界成就，极乐世界。烦恼，带着烦恼去，到那边自然烦恼就断掉。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在那边把烦恼断干净，连习气都断掉啊。所以闻这些是人生获得广大爱药，爱药是欢喜啊，欢悦啊，爱药欢悦。而与观察相应，啊，你所看的微妙不思议的境界相应，厌离相应，啊，这同居图啊，待业往生啊，啊，厌离是指烦恼啊，待的业。啊，乃至涅槃相应，啊，烦恼习气也离了，你不会生欢喜心了，啊，像自私自利，啊，贪嗔痴慢，五欲六尘，啊，这个东西自自然然的，你就厌离它了。啊，乃至于如来所证的大般涅槃，有这么多的功德了。啊，相应是契合的意思。往生论注，如含如盖，啊，含是盒子，盒子上面有盖，啊，像我们这个茶杯。啊，这个杯子上面有盖，啊，它跟它相应，啊，这与法相应呢，又起心论语，以厌离境界为真相应故啊，这句话有个注解。唯有实证，方能契入理念的境界。啊，理念什么呢？没有念头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也就是说无时无明断掉了，这是诸佛如来果地的境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没有立念呢，阿罗汉以上他们所证的只是立见思烦恼，
啊，它还有分别，还有无明，啊，也就还有妄想，啊，那是二乘的境界，啊，声闻缘觉。理念呢是大乘的境界，是佛的境界。广义的来说，法身大事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啊，这就是如来十报庄严土的境界啊。严格的讲呢，那只有妙觉。无明习气都断干净了，那真叫理念。妙觉果位也，唯真相应呢。你要没有证到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说不出，你也无法想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言语跟想象呢，也都放下了。啊，有言论，有思维，那就不相应了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化身菩萨证得，究竟果觉证得。我们这些人说个老实话，只要肯放下也都真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做示范啊，菩提树下他在入定啊，夜读明心，豁然大悟，那就放下吧。啊，这明心见性了。见心成佛。大乘佛教传到中国，将近2000年。啊，公元67年。汉明帝派使节啊，到西域，现在的新疆，迎亲啊，摩腾住下了这两位印度的高僧到中国，这是佛教正式国家帝王啊礼请入境。啊，法师到了中国之后成为中国的国师了啊，带着佛像经书三宝去住啊，现在将近2000年。这2000年来在中国，无论是宗门教下成就的人不少啊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我们概略的估计，应该3000人以上啊。3000尊佛在中国成就啊。啊，中国这个大地就是一块宝土啊，这么多圣贤在这边修行正果，是吧？福地也。
啊，大的灾难降临到世间，佛地不能没有灾难，但是比起其他地方肯定要少很多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第二个是祖宗之德，第二个是三宝成就。啊，我们现在居住在澳洲，澳洲这个地区受灾难也会少一些。为什么？它地大人少，历史很短，造业不多。啊，灾难从哪来的？不善业所感呐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中国这个国家虽然有人造不善业，祖宗的德厚啊，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啊，在汤池小镇我们做了3年推动弟子规，证明人心本善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啊，一教就回头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底蕴深厚啊，在佛法这里讲善根深厚啊，啊，只是没人提醒，提醒他就觉悟，他就回头啊。哪个地方学佛的人多，哪个地方念佛的人多，这个地方灾难就少。啊，所以我们不必去问啊，哪里有灾难，哪里没有灾难，不去操这种心啊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老祖宗的教诲找回来，依教奉行，老祖宗教的东西非常精要啊，不复杂啊，在中国流行，我相信不止10000年，只是古时候没有文字啊，世世代代靠口传，不会传错啊，祖宗的精髓，四科啊，科目四科啊。第一个是伦理，20个字，怎么会传错呢？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。父子有亲，父父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你是能传错吗？啊，世世代代不会传错啊，这是一个科目，最长的啊。第二个五常，5个字，仁义礼智信，你是能传错吗？不可能吗？第三个四维，只有4个字，礼义廉耻啊。第4个科目，8德，8个字，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啊。尧舜那个时候叫人民，就叫这几样东西啊，人民统统教好了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守住这个标准啊，决定不违背，
社会就安定了，人人过着天伦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今天世界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就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这个180度的相违背。动乱、灾变，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召的。啊，佛菩萨的伦理道德教诲把我们传统提升了，境界扩大了，啊，扩大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，这个佛宝可不可思议了。啊，父子有情，我们只是在家庭里面的。佛法这个父子有情可大了。啊，你看菩萨戒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那这个父子有情就扩充到遍法界虚空界了，比地球还大。啊，佛菩萨的心量，经教里常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用这个来形容啊，实际上比虚空杀界还要大。中国谚语所谓的量大佛大，那么你就晓得中国人的佛报有多大。啊，所以把祖宗的教诲找回来，把佛陀的教诲找回来，问题全都解决了。又华严论语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一日相应一日佛，这两句话净土宗的大德常说，啊，与什么相应？刚才讲过了，一念相应。经文上说与法相应，法指什么？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。我这一念呢，与阿弥陀经相应，与无量寿经相应，与阿弥陀佛48愿相应。这就是一念佛，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，与阿弥陀佛相应啊。我这一天相应，一天佛。那么念念相应呢，就念念佛啊。
日日相应啊，就日日佛。这里头有密意，果然你有一天相应，你有一念相应，你跟阿弥陀佛的语言就非常，这就接得好了。啊，佛就跟你有缘了，极乐世界跟你有缘了。临终最后那一念相应，恭喜你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你到极乐世界做佛了。啊，临终那一天相应，我们见过的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看到周广大往生，啊，这个人一生没有宗教信仰，临命终时遇到善友，跟他讲极乐世界，殊胜庄严，劝他往生，他听了非常欢喜，立刻接受，啊，告诉家人。不要再搞他找什么药物治疗，啊，跟着佛友一起念佛送他往生，念三天，三日相应啊，三日佛，他真往生。啊，这个里头的秘诀就是往生的这个人啊，周广大至诚恳切求生净土，啊，万缘放下了，这里头最难的亲情通通放下，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表法。啊，经经云：“随其所闻，于法相应，深信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。”诸往生者呢，善根成熟，所闻妙法了，悉能悉会。啊，就是他所听到的妙法。这个妙法就是宣扬极乐世界。劝导大家放下万缘，求生净土。妙法是指这个啊，这个妙法的成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成就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，只要听到了见到了真正发心依教奉行，没有不往生的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底下的两句话也是祖师大德常说的：“念皆起心，行其解决，望照同时啊，能所不二。”这境界高了。啊，随着我们理解的我们就做，我知道多少就做多少，啊，一定要真干，
啊，你做到了，你定慧现前了，啊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智慧现前了，啊，智慧现前就越解越深，越解越广，你的行也越深越广，啊，解帮助行，行帮助解。皆心相应呐、啊！啊，能够达到望照同时啊，望是烦恼习气啊，照是诸法实相啊，也就是说，断烦恼跟见菩提同时啊，而不是说先断烦恼后断菩提，不是的，啊，是同时的，啊，能断所断，能证所断所证是一，也不是二，啊，至于理明。啊，智是能照的智慧，理是所照的自信。大家明心见性呐、啊，理是自信呐、啊。啊，能照与所照合一了。啊，知就是理，理就是知，理知不二，理知也如啊，乃至种种所闻，悉能顿起，与法相应。啊，下面说，其所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与闻呢，了无所闻。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所想听的，我想听无量寿经，你想听法华经，我们同在一处，同在一时啊，我们听鸟叫的声音，流水的声音啊，风吹宝树的声音，哎，我听起来呀、啊，都在那里讲无量寿经。啊，你一听到的时候，都在那里讲法华经。个个不妨碍呀、啊。啊，我什么都不想听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。这些佛表此水圆明具德，自在无碍，妙用无穷啊！夜夜随众生意，你看看啊，水鸟风树圆满光明具德了啊，具备无量功德啊，或者我们说具足无量功德啊，自在无碍，妙应无穷。妙应是能随众生的意思，随众生的心想，你想看什么就看到什么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球上去往生的，到极乐世界，再想看看地球是什么样子，你就看见。
啊，你在宝树里就看见。你想听听地球上人谈话的声音，啊，你从流水当中就开始听到音声音。啊，从风吹宝树啊就能听到声音。同时同处能随各个不同的意思啊，不同的心愿，这是妙音无穷啊！啊，极乐国土，水鸟树林，细言妙法，光色光音声，皆作佛事啊！啊，全在那里讲经说法。耳目所对，全显本性。本性就是真性，就是自性。啊，举足下足啊，贤成佛事。故于无上菩提之心，永无退转，纯是增上因缘。极乐世界如是，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我们不会用，我们没智慧。啊，如果我们有智慧，我们就看到此界跟他方。啊，此界是我们居住这个地方，他方就极乐世界。无二无别，啊，怎么我们看不到呢？我们的心太乱了，太杂了，你看不到。如果你心静下来，啊，清净心心现前。清净心不生烦恼，你看不到烦恼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你看到全是智慧。哎，你真看到了，就像中峰禅师在三十七年佛寺开示里所说的：“此方即是净土。”净土即是此方啊，那净土里面水鸟树林细言妙法，我们这段是吗？是哎，心里有阿弥陀佛，真有阿弥陀佛，没有杂念，听到鸟叫他才能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你听的一点不错。功夫更深。啊，定力更深。清净智慧。你会听得鸟在那讲经。啊，阿弥陀佛在说法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甚至于这个世界种种噪音，啊，用清净心对它，都变成法音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经上佛告诉我们：境随心转。啊，如果这个事情不是真的，那境不随我们心转了。
于是我们明白了，极乐世界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啊，纵然到阿鼻地狱，阿鼻地狱的境界也变成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他心是极乐世界，他所居住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啊，心境一如啊，心境不二啊，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这个道理不怀疑，我们肯定它。啊，极乐世界就跟华严经上讲的一样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同居土、十报土，还是用阿赖耶，没转世成智啊！啊，那只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等同，等是平等，啊，等同十报土的法身菩萨。啊，是佛力加持的啊，那个加持不可思议。你到任何佛国度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，也像是住在家极乐世界啊。这不是你能力转这个境界，是佛的威神加持，这个境界转了。啊，这些道理越学越透彻，越学越清楚，也越学越欢喜，增长信心呐！啊，增长我们求生的愿力了。也帮助我们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啊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的放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在道家此行不仅帮助一个世界，要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迷惑啊，有能力的时候，有智慧的时候，有神通方便的时候，应当普度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这一段讲往生他们殊胜之路，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介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，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。这一段是讲往生的极乐世界，体质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又断，这是本品
第三大段，设法往生者，介于保持莲花化身。啊，此为第二十四，就是四十八愿里面第二十四愿，莲花化身愿的成就。极乐世界不是太深的，不是暖身的，不是湿身的，化身的，变化化身的啊，所以它没有生苦，自然化身，他没有劳苦，他没有病苦，他也没有死苦，生老病死的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自然这两个字的意思，以及大师说，非太藏所生于，故曰自然。这是这不是太深。慧疏曰：非妄业所感呐，佛愿令然呐，故为自然。这个意思比前面的意思讲得好。啊，要知道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是业感的，在六道里头轮回啊，前世造善业，你是善人，在这一生当中呢，你得的是善报啊，你得的是善果。如果前世造恶业，你就会得恶报、恶果。善果，感三善道。啊，恶果呢？感是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